高尔夫是一个非常的个人的运动，我觉得高尔夫跟人生的道理啊有非常非常的密切的关系。有什么球类的运动，你是利用着一个小球，这个球有多大，好像乒乓球一样，但是乒乓球是有对手的，而且这一个球是不动的，等待着你去处理。很多人说高尔夫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对手，但是我的看法不一样，你自己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对手，你自己其实是你的伙伴。这个高尔夫整体的运作其实是很简单，你站在这个球前面瞄球瞄准了，然后起杆，然后下杆，就是那么简单。但是我们忽略的就是我们的情绪的改变。在我的高尔夫的理念里面，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好像我今天这样子去看这个高尔夫，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我们中国的五千年的文化，儒家的思想啊，武功里面的理念呢、啊、气功的一个理念呢、啊、或者是太极的理念呢、啊、阴阳是完全可以两者共存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。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思维放在任何的学问里面，运动文化很多的范畴也是可以共用共通，互相的支持。